记相关消息，新西游记外传僵尸堂将于当地时间12月5日10时50分迎来首播，接档于本月28日播出最后一期的 Winner 的花样青春。据悉本月初僵尸堂在济州岛开了一家餐厅，从场所到菜单一直备受观众们关注，粉丝们在听到此次消息也纷纷表示期待，好期待好期待，谢谢罗 PD 团队为 Winner 花样青春的付出，期待僵尸堂西游男孩即将再次出击。